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谢谢，你看，我一到新加坡了，要支撑着，对不对？新加坡真的歌坛没有出发光几个歌手，今年出了这一例，这一例，这一刻一例，真的希望好好做好机会啦。对，你知道为什么刚刚我下去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忘记跟老师讲降级，太高了。那才是好彩，把它唱完了。我本来要唱，等一下，不可以太高，我要去厕所。来，再来最后一首歌，什么歌曲？哎呀。 对，他目前是红透半片，啊，要跑新传媒，要录制很多节目，还有很多合约要谈，哦，还有目前还有广告商找上门啊。我跟你讲，录好好这一段，你一定要扑出去。我跟你讲，他一定干掉王伟良。我跟你讲，这一段不可以播啊，谢谢。来。 听刚刚第三首歌什么歌？来，刚才看到朋友们有开始在跳舞嘛，哦，对啊，就带来一首比较轻快的福建歌。你看，你跳啊，搞来，大哥你过来才归你跳，创前年嘛，都把你开始，你也才落去。哎，搞我这个人连点我能量，真给你给落去呢。我看他已经很久了，他们没有什么注意到。没有注意到哦，哦，隆重的是酒国英雄。对对对，酒国英雄五点多不可能醉的。对啊，老人说过嘛，啉酒啉酒，未免酒饮万唔免酒。 对不？很会，很会。哦，对吧？对，老大公嘛，伯弟嘛，来带来第三首歌。哦，没有那个历史。哦，你们有听啊，父亲啊。哇，我跟你讲啊，这首歌我一个朋友啊，就是拿了他的卡带，其他他爸爸进医院，他就拿了卡带他唱了，放下去给他听。哦，他的爸爸是推进危险房哦。哎，真的听了他的歌，哎，真的死掉吗？不是。<笑> 结果我还在等他有什么奇迹出现，结果你给我一个奇迹，冲冲冲！来，第三首歌，哇，他的粉丝很敏感哦，我一想，哦，来，第三首歌怎么办？啊，我唱什么？你看没？啊，一首因为刚刚都没有唱到福建歌，就为大家带来一首比较轻快的《爱你坠落地》，哎呦，福建歌哦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越来越新潮。 转换，不像这种歌单，做白山也是可以，对不对？歌牌由他来带领啊！来，所有手游控的朋友，借我一下好不好？来，总冠军黄振龙，阿华不曾寂寞。 我太依依想挂你哟，只要我的脚步，好久给我温度，你的依依还在我。想起来快乐的心情，想你的记忆。 我不能自己寂寞，我在你心间挂你哟，只要我的脚步，好久没落了，愿你来找我，想起来快乐的心情。
谢谢，一首《爱饮醉楼》，谢谢大家，Thank you so much。